想说单独啊，这样子不是很好？但那个 Ben 哥叫我说，他也觉得。Ben 哥，你跟他讲这种事哦？不是，我是跟他讲说，如果说有不舒服的话，就还是不要去啦。不舒服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到底是怎样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这样，孤男寡，因为他刚好跟我讲说，你们两个不是男女朋友。啊是啊，然后我叫他戏这样不 OK？ 导演，什么意思？你带女演员去汽车旅馆试戏，这个不大对吧？对啊，为什么不大对？外面也是会有工作人员啊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。我所以有工作人员会跟着一起去。对啊，只是他是在里面，我跟他在里面而已啊，并没有什么、啊。这样不行，你说有危险，是没有人在里面啊？对，没有人在里面，我是建议对啊。那为什么工作人员要在外面等呢？啊，因为如果你交戏的话，你可以大可可以在公共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所以是不行的意思是不是啊？你帮我说服他了好不好？我没有办法说服他，因为你刚叫他不要去的不是吗？对啊，是我叫他不要去的、啊。那你现在说服他嘛？你现在大声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什么东西。你现在是你叫我不要去不是吗？而且他边哥说会有危险。然后觉得，那你把马子把不到妈妈，你怎么像把马子？我有把马子吗？我哪里像把马子啊？钱很多的，我钱超多，钱很多的，是，你钱很多，然后你喜欢冲的。导演好抢戏啊！我哪里像把马子啊？吵起来了，钱超多，钱很多的，是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冲花桥，冲花桥，你去不冲花桥？啊，你去不冲花桥？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是他叫我，他抓跟我去的。他跟我说要跟我去，冷静！冷静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没说这样啊？今天我跟你讲，阿边你成功了。今天要测这个人是不是自私的，就是说当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，那由于你是因为人家找你拍戏，你会不会因为个人利益而自私到不去救这个少女？结果。救他！你超感动，你知道我刚看到，我觉得好感动。是不是因为他在旁边讲那个感觉，人家盈眶要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正义感是。然后被摸的那个表情，老师你看正义感。拍手拍手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一开始说还觉得说好像人在江湖没办法，但后来真的讲到某一点说，哇，那个男性保护的本能就出来了，真的是。很好。流汗了，被人家抽起来干嘛？骂一堆脏话。而且呢，我们是不会消音的。不是，要消。试坐嘛，对，我们试坐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会见到那种不公平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，我们是立刻把它制止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这个戏真的是没有吗？没有没有。所以我是被拐两次，说拍戏都没拍成吗？现在是这样子吗？而且那个就是小编，我们今天还是有准备那个紧身衣。我现在到小空间，我觉得很害怕。我要紧身衣，我靠。好的 ，OK， 由此测出来啊。他非常有正义感，他是一个不自私的人，然后也测出来我们的导演很色，真的真的，刚刚旁边舔的样子，哇，一直在握手，那边搓，这样那边勾，我看到剧本说，这个我演吧，一组测试非常成功，你看大家满头汗，都太热，我看下一组会怎样，来第二次。还是被弄了，好，然后上一次呢是紧身衣嘛，然后这一次就是啊导演法院，也是狮子座的那种个性，就真的是自然而然就散发出来，就是一定要保护弱势这样，尤其女生如果看到男生被喜欢的话，真的不能够容忍下去，所以我刚刚一度真的差一点嘛，就把那个导演脸上一拳就灌下去，哎，他那脸真的太色，太不舒服了。还在流汗。阿Ben展现狮子座王者风范，仅不过养家活口的压力，坚决为正义发展的精神，实在是有够 man 啊！接下来上场测验的是2007年的宅男女神虎牙妹谢洁玲，为了想红，是否会卖了对方也在所不惜呢？你好，你好，谢谢导演，谢谢。你好，坐。好。我也欣赏你耶。对啊，我常看《封神无双》。对啊，都好像你表现不错哎。对啊，今天来有看剧本了吗？还没有，没有人给你。哦，没有人给你？怎么可能？我等一下叫人家拿进来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。我们等一下叫他拿进来给你，你就知道了。好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最近没有交男朋友？
没有哎、欸。没有人陪你来？哦，有啊，经纪人。哦，经纪人。嗯。男朋友没有？嗯，没有、欸。没有。已经一年没有了。哦、真的、哦？对。那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男生？这哦，这跟等一下试戏有关。对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对。就是看得顺眼。看得顺眼，所以没有特定的，就对了。那像我这样算吗？我才认识大概五分钟，不到，我应该没办法回答你。不是啊，是啊，像例如高瘦矮胖啊都。哦，可能就要比我高这样。一定要比你高，你几公分？我167。167，那我不错啊，178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看不出来，怎么可能？那你快点站起来，真的看不出来。我真的178，是不是？我真的。刚刚好，我们身高刚好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说。好。那你什么血型？你好，你好，美女导演。你好，我先出去，我拿个东西。好，你们聊。好，看你们超可爱的。你好，你身材也太好了吧？哪有？我先走了。你先讲自己三围，再问他的三围。那我是32一，超级大，33。那你呢？我都自爆了，我猜你的一半而已。爆了。好，跟他聊导演的事，叹气，然后聊导演的事。刚刚，你看导演有没有这样？因为刚刚在外面，他就一直在那边，就是手会对我那样子。他进来好像不到五分钟，所以还没有对我怎么样。你干嘛那么愤怒？我问他，他都没有碰到你身体吗？他刚刚都没有碰你吗？他刚刚好像是这样子，可是因为我是这样子，所以就要闪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对我来说还就是没有touch到我。好，还好。哎呦，对他来讲还好，还有他就完了。你要亲自上阵吗？进去就直接爆了。收神啊！收什么神啊？真的吧？因为我觉得他好色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刚走过去，他这样子的裙子拉起来，超可怕的。那你没有经纪人吗？有啊。那经纪人呢？哎，他摸我屁股。就是你要回拍他，你要就是让他知道你其实是不舒服的。哦，对啊。可这样会不会得罪他？那如果今天导演说好让你拍女主角，可是你跟我就是一夜情，你 OK 吗？是，可是我怕这样就也对啦，可是我怕就是没，因为工作机会很多啊，何必被人家摸？然后哪有是你们多，我们哪有很多？不敢讲，哪有是你好不好？你长那么正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是吗？没有。对啊，我都没有东西可以拍。比如说演技好，什么都不错，我一定会有很多工作机会。哎，我一都没有东西可以拍，真的假的？那不然去做缩胸手术。等下你要救我。等一下就是，如果他怎么样的话，希望不会。对，不会啊，超明显的。你说你刚刚。跟他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对 ，OK， 真的，如果你要看到，也要救我。好，因为我刚刚没看到。哦。拜托了。对，我刚刚可能拜托你了。好，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第一次遇到那种状况，就觉得我真的是吓到愣住了。导演。马上不讲话了。哎，导演。哎 ，Hello。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。这是要正要拍给我亲的啊！易翔玉导演气势矮一截，我跟易翔也可以这样摸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会感到不舒服吗？哎，我是不会啦，是不是？那就对啊。我刚这样跟他摸都不行，他也没有感到不舒服，你有感到不舒服吗？我没有啦。我现在就感觉你想要插手，不是吗？我没有，我还好。